要勉强，如果真的不行就放弃。我想试一下。好。像越痛越勇的冒险，当渺小的我长出翅膀飞向更大世界，华丽的蜕变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你准备好了，我随时在你身边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